大家好，我们中国糍粑自唐代东渡到日本之后传承了下来。那这些年我们在谈糍粑归来之路，那虽然很艰辛，但仍需要靠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承先启后，将它发扬光大。那我创作了这个作品《糍粑之路》，目的是用简单易懂易学的旋律，朗朗上口的让大家初学者能够一起踏上糍粑之路，迎向糍粑归来。现在我简单的示范这个作品。这个曲子旋律很简单，非常适合初学者一起演奏，大家一起齐奏也很简单，希望这首曲子能够带领更多的糍粑爱好者踏上这条糍粑之路。下面我简单的把旋律的简谱曲调唱一次，速度加快一点啊，啦，延长，哆哆啦。哆瑞啦，哆瑞咪，瑞瑞，瑞嗦咪，哆哆啦，哆咪瑞啦，啦哆啦瑞，哆啦哆啦，咪嗦啦。嗦咪啦哆咪，咪嗦啦，嗦咪哆啦瑞，哆瑞咪，瑞咪的哆瑞咪，哆瑞咪，哆瑞哆啦。哆瑞哆啦，哆啦哆，瑞哆啦，哆瑞哆啦，哆哆啦。整个曲子用踩着步伐，一步一步踏上糍粑之路的这个意念去演奏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也一起传唱下去，谢谢。